想问一下约翰，我们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幽默的人叫张鹤伦，也就是这个人称姐夫的人啊，他是特别好玩，爱讲笑话。我听说在你们里边你是最会讲笑话的，今天你们两人现场比拼一下怎么样？其实说笑话不敢说啊，不过我会一段，从小啊就喜欢看相声，我会一段天津快板。那太棒了，那今天给我们展示一下吗？说拄拐杖一打呀，别的咱不夸啊，我夸一夸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。天津的这狗不理包子怎么着了？它究竟好在哪儿呢？它剥皮大馅十八汁，就像一朵花啊，这形容包子你可千万不说打啊，那有点忘了，有点忘了，有点慌了。好，这是流传于山东地区的一种曲艺，非常的老，叫天津快板，这不容易，这个啊，是啊，难为他，术业有专攻。张文，哎，你别光笑啊，你有什么才艺展示？我有一笑话可糟笑了，哎，可糟笑了，我给你讲讲。我跟你说，这半宿我昨晚乐半宿，那个说。有这么父子爷俩，这儿子呀考完试回家呢，遇到爸，说爸，昨天我考试了，考没及格。他爸说多少分啊？说考26分。考二十六分，明天就别回来，知道吗？我就问你爸，好好考，明天我白教你，白上学的钱白给你了。说行，明天抽了。第二天拿着考卷回来，爸，又没及格，我管你叫哥行不？挺好，这不容易，这不还不如天津快板的唱的啊。还知道约翰还有一个比较擅长的，就是编排舞蹈的能力特别的强，是吧？太好了，我们这几位这个能力你也都看见了啊。如果说给他们编排点舞蹈动作，搞一个特别整齐的出场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对，你方便吗？可以啊，我觉得他们比较适合一种比较喜感的东西。哎，对，然后比较喜感也比较洋气，这个不要技巧性太强。对，他们这个身材，除了孙老师之外，你看还，对，还凑合。人家不参加，人家在美容中。哎呀，可以了，来吧，好了，就很简单啊，就教一下，比如说来点音乐哈。那这样，那这就不要了哈。扭屁股，一个重点是扭屁股。咱们一起声音乐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哎，对，这就是出场音乐。再见，再见，快回来吧！哎，行了，非常好。待会儿我就把他们送到火车站去啊，冲着火车就这样，挺好，慢慢练吧。会因为这个挨打的啊。